最近国是来到苍耳峰光第一镇双廊古镇哦，在这里啊，可以同时看到洱海和苍山，可以说啊，这里是大理市自然风光最美的一个镇了。刚刚啊，我们是把车停在了双廊古镇南门的停车场哦，它第一个小时呢是10块钱，之后每个小时啊是2块钱，还是有点贵的哦。那我们这一次啊，过来呢，就是要看一看这个玉鸡岛，因为在这个岛上呢是有阳黎平的月亮宫，还有太阳宫哦。 去参观这座岛呢，也是免费的。还有双廊古镇呢，也是不需要门票的。哦，叫黄豆凉粉呢、啊，在双廊古镇里面呢、啊，确实有一种诗情画意的感觉哦。 这座太阳宫啊，现在已经成为杨丽萍的艺术空间哦。在里面喝咖啡的话呢，一位是100块钱；如果是吃茶点的话呢，一位是368。 太阳宫跟月亮宫啊，其实就是两隔壁哦，沿着海边的这条小道啊，就可以过去月亮宫。在这里啊，还有一个炮台遗址。月亮宫啊，也是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。 在这边呢，还有一个金龙洞哦，就是在月亮宫的旁边。哎呀，这边路非常小，但游客非常多。这座月亮宫啊，它现在呢还是一栋私宅。 所以呢，是不能够随意参观的。